广阔的非洲，面积3000多万平方公里，10亿多人口，这是全球最贫困的大陆。在人们印象中，非洲人的生活总是与饥荒、战乱、犯罪、艾滋病联系在一起。这里是约翰内斯堡，南非最大的城市。这不是战场，也没有发生暴乱，这是约堡国际机场日常巡逻的士兵。这不是监狱，也不是集中营，不过是约堡普通人家的院墙。快到出口的时候，就两个人就靠过来，然后就枪就顶着我的身体。在这10年的当中哦，就经历过10次以上被打劫哈、哦。拍门 ，open 只刀啊 ，open 只刀啊，咁样。咁咧，另外一个揸 AK-47咧，就攞个枪柄咧，就冚块玻璃 ，bang bang bang 咁样。南非的地方没有这安全。他5个人，那全拿枪咔咔，真的。哎呀，我们俩屋里吓得那也腿哆嗦。Thank you.